All right, gentlemen,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 just how I do it. Ready? Your turn. Very good. Don't go ahead now. Good golly. 今日我哋带茶啲同埋 coffee 去粉岭嘅联和市集啊，又叫做联和墟，以前系街市嚟嘅，1951年启用，咁至今已经有70几年历史噶啦，被列为呢个香港3级历史建筑啊。佢喺2002年暂停使用，2018年咧重新被活化，直至今年2024年咧重新开启啊。而家里面就会有啲小摊档啦，另外仲有一间宠物友善嘅餐厅啦。不过咧，今日又落雨啊，我哋就会去附近一间都系坐室外但系有盖嘅餐厅嗰度食咗饭先。呢间日式餐厅嘅出边咧有啲时租标位嘅，不过就数量有限。就是这间餐厅啊，本身可以坐它的室外位，但是今天休息一天啊。咦，要留意一下餐厅星期日呢就不开的，就是日式不开，但是就可以吃粤式和泰式餐，就是可以吃隔壁餐厅的东西，那照坐在这里的。个卖相挺漂亮，好香啊。喂，好咩啊？啲牛肉汤嘅味好喎，谂唔到系咁嘅味喎，同一般嘅粤式牛河唔同啊！佢汤底咧好浓郁噶，同埋带啲清甜嘅。食完饭之后咧，行大概1至2分钟就去到联和墟噶啦。一条大直路就到啦，不过要留意咧，联和市场即系联和墟系唔可以带狗仔入去嘅，佢只系有一个特别嘅位置，餐厅嘅外围可以带狗嘅啫。就系呢个 Outdoor Pet Friendly Zone 啊，净系呢个范围可以带狗仔嘅啫。我哋转头就同佢哋入去饮杯咖啡。因为狗仔唔入得去啦，咁我就自己入去影下个现场环境啦。个环境唔算大嘅，以前就系一个街市啦，咁所以有啲柱就拣开一个摊档。好似镜头见到咁啦，成个联和市场咧都唔多人噶。如果佢可以成个场都 pet friendly 俾狗仔入嚟咧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大旺呢度啊！爸爸咧就带咗佢哋喺外围嗰度行下。最惨咧就系连市场有啲位噶，但系都系唔俾狗仔入去嘅，围咗啲白色嘅围栏。如果想嚟联和墟的朋友都可以拍佢隔离的喜日28墟停车场啊。好似幼稚园啊呢度。呢间餐厅有狗狗鲜食包噶，开始打风同埋落雨啦，好彩呢度把遮都够大，真系惨啊！狗仔成日都要俾人拒诸门外。哇！呢个狗狗鲜食包会唔会细盘咗啲啊？好细盘噶咋？
80元喎、啊，哇 ，Coffee 80元喎、啊，要同爹哋 share， 原来得咁细盘嘅咋？呢个契仔先食啩？佢话咁细盘要分两份。契仔先食，食得。食得啦，爹哋。想食啊？啊，好彩佢哋都中意食咯。食契仔先食。驚人同佢搶啊！太近 coffee 啦，佢會鬧噶。今晚食嘅睇啲要搞搞先啦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多謝你收睇我哋嘅短片。看完麻煩你，希望你可以給多個 like 我們，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，還要按旁邊的鐘仔，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片了，拜拜。